在下节的新闻当中，我们持续带您关心。不过目前我们先为您插播的是，相信您都感觉到了，目前是有发生了有感地震，而且规模看起来似乎是蛮大的。有最新的消息，我们稍后会立刻为您连线到气象局。而目前是您感受到了这场地震，感觉是相当的大。而这场地震到目前仍旧在持续进行当中，看起来已经快要长达有一分钟。当中我们持续带您关心。不过目前我们先为您插播的是，相信您都感觉到了，目前是有发生了有感地震，而且规模看起来似乎是蛮大的。有最新的消息，我们稍后会立刻为您连线到气象局。而目前是您感受到了这场地震，感觉是相当的大。而这场地震到目前仍旧在持续进行当中，看起来已经快要长达有一分钟的时间。